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吴宗成。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啊。现在室外温度是12度啊，很多人都冷到不行了，但运动的人啊，应该这个时候正是体现他身体素质的时候。前几天我在录了一连串的一些舞痴谈舞哈，就谈一些武术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那个剪贴簿啊拿出来，那个收集的剪贴簿啊好几大册，我就翻，无意中翻了一页哈、啊，发黄了，我的剪贴簿都发黄了，因为这个都很多年前吧，几十年前的东西，非常发黄的资料哈、啊，这边有。这边就有三个故事哈、啊，这是有人投稿的，这是新闻啊，有三个故事，三个都是悲惨的故事，非常的悲惨，我看了以后非常难过。我当年会把它剪下来，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这上面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让人觉得很难过的一个。我还以为又是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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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，里面没监视器，没得顾的啊。他怎么进去？翻墙？翻墙吧，这个要翻我也翻得过。可恨到极点。不是我，如果说我今天我在家的话，这事情不会发生。这里的小偷被我们报了几十个。你走就来了。对啊。这里的拳击也真的很厉害呀。哎呀，不需要。